现在请各位看《论语讲要》658页，658页。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吾衣，不如学也。”孔子说。孔子自己称呼自己，常终日不食。常是曾经，他曾经呢，那个终日整天的不吃饭，终夜整个这个一夜啊。不睡眠，不寝就是不睡眠。这干什么呢？以思啊，思是在哪里？啊，这个用脑筋在那里思想。无益，但是。整天的不吃饭，整夜里不睡眠呢，在思想某一桩事情呢，但是啊，没有益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后来在想啊，还不如学，学是什么呢？学是要啊，读书啊，那么你这样前面讲，这样凭自己这样想啊，还不如看看书啊。这个书呢，尤其是中国古时候那个书，都是经书啊。那么学学书，看看书，这样的话，一边思是思研究，看书就帮助自己啊来研究的，研究一桩事情也好，研究一个道理，这个都要读书啊。所以书里面的记载的都是古代圣人，圣人三代以前的尧舜禹汤文武，三代就是王啊，从夏商周三代就三王，三代以前呢就是帝，五帝，五帝就是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舜，这是五帝讲法不同啊，这是一种，其中一种。那都是圣人呢，所以不如学也。孔子讲的，不如多读读书，读读书啊，知道古人，那个就指的古圣先王。从书里记载的那个古圣先王这个道在当中，看了古圣先王之道，再加以研究思，这就好了。学问之道，
文思修啊，文就是学了，就是学习古圣先王那些道啊。思就是研究，又闻了又思了，然后修，修就是正式来修行了。这个无论儒家的，无论佛家的，都是这个程序。佛家只讲简单文思修，儒家里边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独行之，分开来细一点、详细的讲，把它简化了就是文思修。孔夫子在这里讲，终日不是，终夜不寝呐、但是思不去闻，那不明啊，不明了啊。必须有闻有思，然后修行才有，才靠得住。既不闻，只凭着自己思，那个没有根据，没有圣古圣先王的那个道做根据，自己思都是虚妄分别的思，然后再照自己虚妄分别的来实行，那完全错了。孔子在这里讲，就是文思修，必须闻加以思，然后这个修啊，才是正确的。这在今日之下特别重要。无论讲佛经、讲儒家的经典，不闻不修修那个经典上那个先王之道，佛菩萨这个讲这个道，只可自己在思，自己发挥议论，那个议论发挥的是，那是都是虚妄分别。我们读这章经啊，就了解这个当中，必得要闻思修。再下来，在六五九页。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，根也累在其中矣，学也禄在其中矣。君子有道不有偏。”这一章经啊，一般讲啊，你要看看一般的注解呀。无论是汉儒著的、宋儒著的，都没有把孔夫子讲的本意注解出来，所以大家这个研读这一章经的时候啊，要特别注意了。就是我们老师讲这章经啊，他老人家讲《论语》不止一次讲啊，
开办《论语》班，讲《论语》之前，他讲过好几遍呢。在中心新村来讲，在其他地方也讲过。那时候讲，随时讲，随时对这一章经啊，看古人的注解，老师看看呢。这个前后两个君子，中间根也立在其中矣，学也录在其中矣，对不起来。你整章的这样讲啊，这几句话不通顺呐。古人注解，你按照古人注解那样学来看呢，这个通不通顺，你是怎么学法子呢？那古人注解不必讲他了，汉儒的也好，宋儒也讲也好。那就现在为了节省时间呢，就按照老师他的讲法，他老人家先从这个这章经的文法上面，从文法上面呢来解释，先把文法讲清楚了，然后再讲其中的这个道理。文法是什么呢？这个君子谋道不谋食，谋这个字，就是图谋啊，图是有什么这个计划啊，谋就是心里有一个好像这个画一个图一样的谋，图谋，也就是这个求的意思。谋道就是求道，忧这个字，忧是在谋道之后，谋道是求道啊，求道之后懂得道了，是忧道。忧道什么呢？要怎么样呢？味道，味道啊，就是那个把这个道啊保卫起来，不让这个道啊丧失掉了。一个是谋道，一个是忧道。记住，谋道是要求道，忧道是在求道以后要忧患的这个道啊能不能够保护，不要失掉。所以忧道是在求道以后。这两个，一个谋道，一个求，忧道明了之后，根也累在其中矣。因为这个根是耕田，耕田是要收获了，
要维持生活啊，累在其中矣。一般讲法，耕田呢，这个累呀，耕田是为了自己生活所需，累在其中呢，你的耕田呢，有时候有收成，有时候啊，遇到饥荒之年呢，没有收成，那也有累累是饥饿啊。耕田的时候，有时也遇到有饥饿的时候，其中啊，就指的耕田。这是一般的讲法啊，记住，这是一般的讲法。这个其中，其中就是指的耕田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家一般主子是这样，耕田也免不了也有这个饥荒啊，收成不好啊，那也有累的时候啊。这是解释其中，学也如在其中矣，求学。求学的时候，学问修好了，可以出来，为师啊，师就是那个士农工商，师在左边加个人字边呢。古时候讲，在读书的时候是士人，书读好了出来做官呢，就那个士，就是士，就是加个人字边那个士。学业呢，你书念好了，可以出来做官了，俸禄就在其中，就有俸禄。那你在学的时候，就，这可靠，就跟前面讲根也是也有这个累在其中的，学是可靠，你只要学。学好了做出来做官，一定有俸禄，俸禄在其中，禄就在学之中。古人讲，书中自有颜与儒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禄在其中。他一般注解就把这其中啊。放在根之中，把其中放在学之中，这些讲法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大家了，耕种不可靠，只有求学将来做官才可靠。这讲法，我们老师啊，看见这个讲法不通啊，自古以来耕田，那个周家的始祖后稷教民稼穑，就是教人家耕种啊。那耕，不，大家都不耕种，都去求学了，大家都去做官了，讲不通啊。所以他老人家研究，首先把前后摸到是求道，忧道是要畏道，保卫这个道，不要把这道失掉了。这两句研究清楚了，中间的这两句呢。他老人家把其中这两个字，其中的中字啊，不是指在这根了之中，也不是把其中指的在学习之中，
中是什么？成于中，形于外的这个中啊，中指的心呐、啊，心中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根也累在其中矣。你一般人的耕田，就指的不是谋道的人呢啊，耕田是为了自己，求生活。谋道的人呢，也去耕田，也去耕田，为什么呢？怕自己的这个生活没有资源，所以这个去耕作，耕作啊，这个累在其中啊。心里就想，这个谋道的人呐、啊，谋道的君子啊，既然去耕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农作物有收成的时候啊，可以使自己生活能够维持。累在其中啊，就是。心中就是啊，想着不要受饥饿。谋道的人也去耕作的话，他心里想，不要这个遭遇饥饿。但是这样讲啊，在普通人不学道的人讲是这样可以的，在学道的人呢、啊，你即使心里想着免于饥饿要去耕作，那你就耕作了，心思就用在耕作上面，道心就失掉了。那你心里呀、啊？就在那种田吧，种田就可以免于饥饿吧。这样一想啊，那个谋道啊，就落了空了。真正谋道、求道的人，像这个颜回，老师就举这个颜回呀。颜回一旦是一瓢饮，居在陋巷上面，人不堪其忧啊！别人看到啊，就是这样，这种生活贫穷到这种的，人家觉得受不了了。但是你看，《论语》里面记载呀，回也不改其乐呀。颜回不改其乐，乐的什么呢？乐的就是道啊。他在求道，心心念念的就在道上面。有了这道，生活啊，衣食住行，这个不放在心上。颜子是这样，他绝不换着，恐怕自己，没有饭吃，没有衣食住行等等，他心不在这上面，心是只在求道上面的，这根也累在其中矣呀。就是这个讲法了，那你是谋道的君子，
你不能为着这个免于饥饿的去耕作，你一旦去耕作，你心就在耕作上面了。这就摸到就失掉了，意思在这里啊。学业如在其中矣，这个求学，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乐在其中矣啊？这是根据下边一句来讲的，一般人讲求学，将来可以做官，可以得到俸禄。这个意思讲，如果是求学目标定在将来做官呢，得到俸禄的话，这个不合乎君子有道不有品的这一句。君子有道不有品呐，那么你当然君子当然也求学。你这个求学啊，是要什么呢？为的是要啊，使这个道啊，前面叫求道，现在叫忧道，是忧患着这个道啊，在世间保持不了，他要保卫这个道。既然要忧道，要保卫这个道啊，那你这个求学啊，就不必讲究那个俸禄。求学讲究俸禄啊，那就是心就在俸禄上面，心不在俸禄，才能谈到忧道，才能这个使这个道永久存在世间。那孔子他是忧道的，孔子忧道怎么忧道呢？孔子啊，他的这个讲学《论语》里面发表这个言语，讲对弟子讲那些道，他有根据的。祖述尧舜宪章文武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啊，孔子这个学术啊，就是从尧舜禹汤文武这样来的呀。尧舜禹汤文武，尧舜代表五帝，文武代表三王，都是道啊。这个忧道，孔子遇到任何这个
不好的这个危险的境遇的时候，境遇就是外面环境呢，遇就是遭遇了，遇到外面恶劣的境遇的时候，孔子讲，文武之道未坠于地，文武之道还没堕落下来呀。那么文武之道在哪里呢？这个，在孔子有志愿把这个五帝三王之道能够把它传下去，这就是有道。有道不由贫，是由着自己呀，这个要把这个道啊，能不能够保护下来，弘扬出去，使这个道啊永久在世间。君子之忧这个道啊，不会忧虑自己是否贫穷。贫穷的话那君子不把放在心上。君子不把这个贫穷放在身上啊，那就是不像一般人讲学业乐在其中一。不必是讲究俸禄啊，他是有道的呀，一心一意的要把这个道能够保存下来，弘扬出去。所以这两段，前面讲君子谋道，既是谋道的话，你不必想着自己生活问题。后面叫，味道，弘扬道，那就不必像一般人呢，要读书读好了会有俸禄，心不要放在那个上面，要放在有道这方面。这章书讲的，你看，照徐楼老人这个讲法。前人都没讲过的，他老人家先从文法上面把这个文字解释清楚，再讲其中这个道理呀。道理，一个是求道，一个是味道，重要了。我们世间不明了道的人。不知道求道，更不知道怎么样为道。那世间人一般都是这样了。孔夫子圣人到世间来，他教人家求道为道。唯有求道为道啊！无论是求道的人自己、为道的人自己，以及他教化别人，才使得这个世界呢，把这个世界这种生生灭灭的，这个。互相诈欺，互相陷害，人与人之间、国与国之间、人与人之间互相诈欺，国与国之间，
哪个大国家都要先霸道。现在的大国家先霸道啊，绝不是像我们古时候那个霸道。古时候呢，齐桓公、晋文公，他的霸道啊，是由曾王攘夷呀。曾王，王是周王，周天子。周天子他这个政权是代表王道，王道绝不会灭人家的国家。现在的霸道不是这样，现在霸道，太平洋、大西洋都有他的舰队，你哪个国家对他不好，他就用舰队来对付他。这个霸道是绝不是王道啊。那么所以孔夫在这里讲这个谋道由道，注重这个道啊，一定要在人家，我们要求道，也要保护这个道，弘扬这个道。然后在政治方面，你这个道才是王道。在个人修行方面，你才能够修足圣人。中国这个王道，讲武啊，武这个字啊，武是止戈为武啊，戈是干戈，是武器。止，别的国家来侵略你的国家，就拿我们中国来讲，外面的国家来侵略，我们不能不抵抗。抵抗什么呢？抵抗是保卫我们自己国家，把他那个舰队，把他推出去算了。我们不去学他们了。直戈，他来侵略我们，我们让他止得住，不再进一步侵略我们就好，就止戈为武。这就是王道国家。王道国家在政治上是这样，在修道上面，我们呢不讲暴力。武这个跟武的相反呢，就侵略人家，侵略人家逼得要先暴力了，讲这个潜艇，舰队，这个水底下、水上、空中，这都是暴力啊。这个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绝不讲这一套啊。为的那些都是这个道相反的，讲那些好了，那世界永久没有和平，世界永久有这些侵略者。讲到这个修道的人，你要学那一套啊，把这个道意识掉啊，自己的永久在六道里面生死不断，轮回不断。这道重要就在此。今日之下，我们看看吧，看看这全世界的人，除了我们讲究固有的王道之外，其余的哪个不讲那个霸道啊？
那个霸道不是我们过去春秋时代那个霸道啊，是现代化的霸道。那这个道重要在此。下面翻到662页，子曰：“知己知，人不能守之；虽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己知，人能守之，不壮以立之，则民不敬；知己知，人能守之，壮以立之，动之不以礼，为善也。”孔子说：“这个己知啊，守之，这些知字，那么这个按照季节保险的注解，当做官位来讲，那个。”在清朝这毛起年的这个《论语·吉秋篇》，这个他也是个讲法，他讲是这个是为着有天下国家这讲。那跟他这差不多了。凡是有天下、有国家的人讲，天下是天子，国家是诸侯，是国君。那么知己知，你这个知啊是，当这个。智慧讲，你用你的智慧，可以得到天下，或者是得到国家，己知啊，就指的那个位置。你智慧可以得到天子之位，或者是得到国君之位，但是人不能守之，你不能以人来守住你这个位置。虽得之，必失之啊！虽然得到天下、得到国家了，你不能以手以人来那个守之不能用来守的话，守不住，然后这个天下国家还失掉。知己知，人能守之。那么比这个好一点，那就是啊，智慧。凭智慧能够做了天子，能够得了诸侯这个位置，也能以仁呢来守住这个位置，但是啊，不壮以立之啊，则民不敬。壮是庄严、庄重，自己庄重啊，立是立民，你面对民众啊，不以庄严来治理民众，我才民不敬，老百姓对你不恭敬。这个那个老师学宫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啊，不但是天子诸侯啊，我们普通人呐，对人都要庄重。不能跟人家讲话也好，接触好，见面就笑。见面就笑，古人讲“谢见谄笑”啊。那个，我们普通人跟人家讲话也好，讨论学问也好，谈事情也好，要庄重。见人就笑，这是西方的现代人。倡导的那个，
那里觉得早时候在老师讲这样经的时候，那时候正是提倡微笑运动，微笑啊，还没讲话就对着先表示微笑。这个老师讲，这个不可以的，应该跟人接洽事情、谈论问题，尤其是对于长辈，自己要庄重。老师那个特别讲这一条，这个是讲这个在位的人，你不庄严立志啊，老百姓不恭敬。知己知人能守之，又能庄严立志，动之不以礼为善也啊。也能够知己知，也能以人来保之，保之不要失掉，又能庄严立志。动之不以礼呀，那你行动的时候啊，不按照礼，还是不善呐。一切行动要合乎礼，那么是礼什么呢？那个老师就老实讲，我们见到，这个。出家的僧人，我们对他要拜呀。拜的时候按照里面，不能在外面哪个见面就拜，在道场里面，或者在房屋里面再拜。你拜的时候应该要三拜。那个法师讲一拜，那你一定说我非三拜不可，那就不行了。他叫你一拜。他就是命令你，在礼上，你就要尊重他的命令，就是一拜。你一定要说"我非三拜不可"，那就违背他的命令了，这就失了礼。这个礼不容易的啦，做到恰到好处，礼要好好的学。我们老师有一本《常理举要》，《常理举要》就从《礼记》里面。摘下来的，那么各位有时间呢，好好的研究研究那个《常理举要》。那么这一章书呢，一层一层的分析，最后这个理重要啊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研究到这里为止。